Hello，宝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这一些是工厂今天出的一些新货，金文桶，其中有一个新款我特别喜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两个是常规款的，最小号的，一个 K 黄，一个 K 白，这两个是小的，小的嘛，平常就拿来送人或者是配日常的东西。然后跟我这个最近非常爱戴的蛇骨链就很搭，戴起来很好看，又简约又时髦。这个小的就价格非常便宜，几千块钱。这个之前也卖得很好的，这个是工艺最考究的拉丝，上面的链子还是做了绿色的防蚊材，然后这个链子是超级长的，非常有质感，然后24寸的。套头直接戴，超方便。那刚才那个是18寸的，就需要把它拆下来，然后每天要拿上拿下的。因为有一些宝宝他是不习惯戴着这个睡觉，感觉会硌嘛。那这个长的呢，就是可以直接套头，然后上面这些拉丝做这些位置做得非常好。这一次还出了一个超级大的、非常可爱的胖胖的。这个是最大号的，这个是适合男士佩戴，然后链子也是超长。因为男的呢，就考虑到佩戴的方便，你让他每天的去摘啊、去取啊什么的，很不方便的话，他肯定是不喜欢戴的。那这个的话，胖胖的，然后这个上面做了一点点钻，点缀了一下，然后里面呢是已经放好了金纹。这个金额就可以这样倒出来，然后因为这个够大嘛，你们还可以放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过去，也不一定是放金文，其实男女都可以戴。有一些客人他觉得他就是要戴大东西，戴起来酷酷的，这个就非常适合。这一次出了这个新款是新设计的，看到没？这上面有一条钻，然后非常的简单，都是光身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做了一些角度的刻面，看到吗？非常的亮。我配了一条日本做的这种手工的十字链，这个链子跟国内做的是不一样的，它有质感，但是又非常轻巧，而且非常牢。最近非常流行这种十字链。这个我好喜欢，链子这条没有配很长哦，然后呢，这里也是可以打开的，这个是必须要可以打开。好，准备好了这个金文头就可以塞进去。这个链子就比一般的肖邦链要更显得粗很多，然后更大气，而且是，哇，这个跟我的蛇骨链也是超级搭，特别好看。这个新款的金文头呢，成本控制得非常好，然后大概也就是在几千块钱这样子。我觉得价位的话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，毕竟它的金也比较重、比较厚实，而且非常有质感，而且钻石的品质也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我就因为之前有宝宝说啊，金文桶的款式，有没有多一点？然后这一次刚好出了这些货呢，我就给大家来拍了一个合集，应该很快也会卖掉了这些。最近金文桶确实是走得非常的好。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个款呢？好了，这一期就介绍到这里吧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